beautiful girl. 가지지 않는 사탕 같은 넌 나를 조급하게 열받게 해 달콤하게 날 약올려. 넌 大家好，我是芒果，又见面啦。今天终于要给大家来录这个 What's in my bag， 就是我的包包里有什么这个视频的主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包包就是，当这个包是我来英国之后买的，是龙香的 Longchamp， 然后我把名字打在下面，就是他家最出名的这个吧，就是这个饺子包。这个包其实颜色的选择有很多，这个卡其色和黄色还有深棕色之间纠结了还蛮久的。我是第一天去看，然后晚上回来想了好久，第二天才决定要买这个卡其色。原因呢，就是它比较百搭，首先就是可以跟我各种颜色的衣服，各种风格的衣服都可以搭配。这个颜色比深棕色来说的话要浅一些，这样你夏天或者春天背它也不会觉得太沉闷。这个包容量真的超级大，上课都是背这个包，就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往里面塞。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的包包里面有什么。首先它有两层，就是一拉开就是一个这样大的一整层，然后它这个就是它这不是有个扣子吗，它这样扣起来，然后把扣子打开，扣子的这边还有一个小夹层，这个夹层里面我一般是放我的两张卡还有一个耳机。因为放在这个夹层里面比较好取。这个耳机是我生日的时候室友送给我的，他自己其实是有个小袋子的，但是我觉得放这里比较方便。这是一个卡包，乐团招新的时候然后送的一个卡包，这个是 Waterstones 的。这是一个书店，然后这个书店里面有是类似于咖啡厅那样子吃饭的地方，然后当时去招新的时候他送了一个这个卡包，里面有一张卡可以免费喝五杯咖啡，但是我已经喝完了，所以那个卡就不在了。然后这里面是我的 Oyster Card，这个是18+的卡，就是坐地铁和公交可以打折。然后这一边是 student card， 这边是这个卡包。然后这个小包包里，就平时除了放这两样东西呢，我还会放我的手机，就这三样东西，然后也装不下其他的东西了。剩下的呢都放在这个大包里，它没有别的分隔了。那我就拿到什么讲什么。是一个文件夹，然后这个文件夹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这样子的。因为有的时候上课会发 handout， 就是一般都是几张纸这样，如果把它直接塞在这个包里很容易折坏，所以我就带一个文件夹，打印出来的材料就可以直接装在这里面，也不会折坏，然后也不怕打湿。然后是一个围巾，这个围巾是之前好早以前的了，我妈帮我买的，这还蛮百搭的。然后英国这边风特别大，真的还挺冷的，然后围巾在这边应该是必需品吧。而这个围巾是特别薄的那种，然后也特别轻，所以很好携带。平时就这样子围，这样折起来，然后这样围，虽然它很轻，但是还挺暖和的。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就是保鲜袋吧，类似于保鲜袋这样的，这是我在超市买的，它包装上写的是用来装三明治的，就是平时中午不能回来吃饭，然后有的时候因为用脑过度所以会很饿，我就会就是拿它在里面装个香蕉啊，或者装个苹果什么的。它是这样子，这里是那种粘胶，然后你就这样把它打开，可以重复利用的，再把它粘起来就可以了。他飞机上送了一个这个小包包，里面装的是耳机啊，还有什么。然后这个包包我就拿走了，里面装的是卫生巾，就不打开给你们看了。它是那种就是毛毡，类似于毛毡那种布料的。接下来就是文具袋，
这个是我在 Paper Chase 买的，就是英国这边的一家文具店。我来之前大家都说就是英国没有什么文具啊，好看的文具特别少啊，然后但是我来了之后发现特别多的文具，然后那些文具也都很好看，特别后悔带了特别多笔来，这样就没有理由在这边买笔。是这个文具盒真的很实用，就它是这样子，就上面是印的这种花，这样拉开中间有三层，上面这一层我是放的文具，看一下，还有一个橡皮，这样，这记号笔，我特别喜欢用这个记号笔，它是这样按出来的，然后就小小一个，就跟普通的笔差不多粗，差不多长，然后就觉得很方便。然后这一支是雅思考雅思的时候送的铅笔，橡皮也是雅思的橡皮，我当时就想着就一起带过来了。反正这个笔是那种就是像很像小学的时候用的那种，就是拔出来插在后面，之前被同学看到他们都笑我。这个是好早以前在无印良品买的这种彩色的水笔，这个是绿色的，写出来也是绿色的，但是不是很显色，只能用来就是做记号什么的，如果你用来做笔记的话它那个颜色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一直没怎么用。黑色的水笔，我特别喜欢用这种粗粗的笔写字，觉得很棒，很顺手。然后这个是百乐的一个紫色的水性笔，它是细头的，百乐的 P500，它是不能替换笔芯的那种，然后写出来也是紫色的，这个就比那个绿色要显色很多。然后这个也是百乐的，这个是水性笔，这个是红色的，水红色，这个是 0.5 的，这个是两个都是 0.5 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比这个写出来粗很多，就我随身带的几支笔。还有一小张餐巾纸，我是那种我特别受不了就是你笔头拔出来脏脏的，就是它的那个墨可能会印到那个笔芯上，就是文具盒里会装一个这个，就专门用来擦我的笔头。先说下面吧，不能算文具吧，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个 KitKat， 这个是我现在目前最喜欢吃的一个零食，就是 KitKat 雀巢的这个威化，我这个是原味的，反正挺多口味的，我的就是最普通的那个，特别特别喜欢吃，然后我都会装在这里面，就是有时候是没有吃饭或者干嘛就拿出来吃。然后是一个便利贴，这里面这上面一般会记，就是有时候上课的时候突然想到有什么问题啊，有点像备忘录的那种，然后就会写在这个便利贴上。它我当时买这个笔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可以刚好放进这个便利贴，因为便利贴如果平时塞包里的话很容易折得乱七八糟嘛，所以我都放在这个笔袋里。然后还有两个头绳，这个是之前看 Katy 推荐以后我在 Forever 21买的，就是特别细的那种，所以一次要用两个。好，然后是两个创可贴，我之前做饭的时候就是手被烫伤了，所以就把创可贴拿出来放在这个笔袋里面。然后是一个唇膏，唇膏是 Burt's Bee 的，这个口味是芒果味的，每次擦的时候都特别甜，心里特别甜，就是芒果味，浓浓的芒果味。还有就是这个是 The Body Shop 的护手霜，这个也是芒果味的，然后这护手霜还不错用吧，就是吸收的很快，不是那种特别滋润特别保湿的那种，但是你就是擦完之后不会觉得手上黏黏的滑滑的，握笔都握不住那种，所以我还蛮喜欢的，再加上它是芒果味的，这个护手霜我每次用都会，就是旁边人都会觉得好香。最后两样东西，这个是一个小镜子，也是在国内淘宝的时候送的。然后最后是一个这个 Compi， 是他家的那个一个绿色的小管，然后
涂在脚后跟或者什么地方就可以防止磨水泡，但是我在英国这边的超市和 Boots 都没有看到那种，只有他家的这种足贴，就是贴在脚上也是防磨的，然后这一层就空了。他说中间他这里中间还有一层，这个是一层拉链层，那个是这个文具盒的这个收据，还有一张我的一寸照，这不是一寸照，两寸照，那就不给你们看。然后这就是这个文具盒，这个真的挺能装的，就是我现在其实没有把它装满，它还可以装很多东西。因为我这个包它只有一大层嘛，如果就这些东西不统一装起来的话，就会散在包里，就特别不好找。这个是一个购物袋，应该是棉麻的那种，这个也是我们学校发的。为什么我要装一个购物袋呢？这个真的很必须，因为我住的宿舍是不包餐的嘛，然后每天都会就是自己做饭，学校回宿舍的路上就会经过超市，所以我就会买点东西什么的。这边的塑料袋超市是50 pence 一个，就是算过来4-5块钱吧，反正还挺贵的，所以我每次都会随身带一个购物袋，是不是很环保。然后下面一把伞，这个伞也是我从国内带来的，优衣库的伞我觉得还挺好用的，这是我的第二把了，之前那把带去泰国的时候弄丢了，之前大家都说就都听说英国伦敦特别多雨啊，然后特别潮湿啊什么，但我来了以后一点也没觉得。我刚来那段时间是不怎么下雨的，最近下的比较频繁，但是伦敦的雨是这样的，就是它的云动得很快，乌云飘过来就开始下雨，但是乌云飘走了它就不下了，所以雨一般不会下很久，而且它这边会经常在晚上下雨，就比如说白天晴空万里，但是晚上又会下起雨，但是晚上我也不出门，所以我也不介意。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据说是可以防风的，因为它撑开以后就是这样的，然后它这个伞是可以转的，就风从这边吹过来，然后它就可以转，然后就不会把伞吹坏嘛。其实折伞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你每次都按照它的这个线，每次都把它折好的话，就是它会有印子，这样你下次就会特别好收。下面一个我的杯子，这个水杯也是好早以前，用了一年了吧，应该是星巴克的，然后是应该是日本的那个樱花限定版，然后它是这种随行杯，就是这里打开，就这里可以直接这样喝咖啡的那种，双层的那种，但是它不是保温杯，有一点点重，看中了它的颜值，所以我就还是每天都是带着它，就每天会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冲一包茶，也是我室友毕业的时候送给我的，是长沙有一个品店叫茶颜悦色，然后这个是应该是他拿积分兑的吧。接下来是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也是招新的时候送，从国内有带过来几个本子，但是都是比较重的那种笔记本，就是外面是那种皮面的，就是如果我在装这个包里，这个包里已经有太多东西了，我在装的那样的本子就会很沉，有时候要做练习呀，或者有一些他没有发东西，但是还是需要记的，就记在这上面，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啊，要问老师的问题。然后就是我的 Pad， 是 iPad Mini One， 就是最早的那个 Mini， 白色的，它是没有指纹识别的那个。我当时在苹果官网上买的，然后它有帮我刻字，但是你们应该看不清，太亮了，刻的是 Love Me Little Love Me Long。然后底下 at 柠檬果，这壳子已经被我用烂了，因为我一直用的都是这个，看旁边就都烂掉了，现在一的壳子应该很少卖了吧，快讲完了。然后是一包湿纸巾，这个是舒洁的，也是从国内带来的，一般的湿纸巾是那种就你可以看到丝状的嘛，它这个就感觉是棉
就有点像棉布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去 Boots 或者 Superdrug 去那种药妆店，然后我会经常在手上试色什么，用这个湿纸巾。然后是一包德宝的纸巾，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是 Applewood， 味道是 Applewood， 就是苹果味吧，苹果木。然后是充电宝，这个充电宝是 Anchor 的，外面这个袋子是它自带的，长这样。我觉得这充电宝超好看，超美，粉色但是又是金属感的那种。然后这是开关，这个充电宝有10050毫安，就超大一个容量。然后这个袋子里还装了一根数据线。然后又有一包纸巾，我一般都会带两包纸巾，因为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用完了，然后还有一个备用。然后是一个小包包，这个里面装的是零钱，就是一个小口袋，然后里面装了，这里有一张收据， Costco 的超市的购物收据，然后20磅，看得见吗？20磅。然后还有一大把硬币，大把。我刚来英国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在家就在那认硬币，因为他们这边硬币很奇怪，比如说它有2磅的，2磅是最大的，它50p 就是50 pence 的硬币就比1磅的还要大，比如说2p 的又跟50p 的差不多大。就是这种大小就很混乱，就是种类特别多，所以就很难记。这个是我在广州买的，是曼妥思出的一个限定的系列吧。然后我看它盒子特别可爱的嘛，然后它是这样打开，它里面是那种硬的糖，樱桃味的。然后还有最后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卡包，这个卡包是我这从那个钱包里面拆出来的，就是它之前是卡在我那个钱包里的，外面有两层，然后里面有1、2、3层、然后这边是一个照片盒，对，里面就放了一张拍立得。这个是 Lloyds Bank 在办的那个储蓄卡，就是背面这两边嘛，一边是 Lloyds Bank， 一边是中国银行的 英镑卡。然后翻过来，这里是 Boots 的卡，这个是我才办不久的，还有一张这个券，就是里面有100积分吧，下次去店里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在充到这个卡上。一张我的那个BRP， 这个照片太丑就不给你们看了。然后最后一样就是我的钥匙，开学礼包里面送了一个这种腕带，然后我就直接把它串在钥匙上，这样平时拿的时候也比较好拿，然后从包里找的时候也比较好找，因为它这个材质比较特殊嘛，虽然说很机智。然后这个是门禁的那个卡，然后一个信箱的钥匙，一个是宿舍的钥匙，两个都是超市的卡，一个是 Waitrose 的，一个是 Tesco 的。 Waitrose 除了可以积分以外，就是在超市里消费了之后可以领一杯咖啡或者茶免费的，然后我上次试了一下还蛮好喝的。还有一个 U 盘，这个 U 盘是 PNY 的，我用了应该有3-4年了吧，好像刚上大学就买了，它是 8G 的。然后我的包就空了。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看别人包包里有什么这个主题的，所以今天也终于录了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吧。我们下次再见，拜。Like a sheep and girl.